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近日，刘嘉玲首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做访谈节目《对照记》时，不小心透露窦骁和超莲已经结婚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刘嘉玲被问到对后辈何超莲的印象时，表示自己在她很小的时候见过她，并透露现在她也结婚嫁人，而且嫁了一个中国很出名的男演员，有很美好的爱情，很祝福她的未来。如此发言也是让人措手不及。前段时间何超莲在接受采访被问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题，还说自己要为爸爸守孝，近期内不打算结婚。不知两人结婚消息到底是真是假。随后有媒体联系到了窦骁本人，他否认了婚讯，表示现在还在守丧期。何超莲是赌王三房的千金，自幼成绩优异，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会计学硕士。她的长相甜美，外形条件优越，所以也经常会受到一些时尚品牌的活动邀约，是很有人气的名媛。窦骁是内地知名青年演员，因为出演张艺谋导演的《山楂树之恋》而被观众熟知。他还主演过《楚乔传》《烟云台》等影视剧，外形高大帅气，演技成熟，收获一大批粉丝。何超莲和窦骁因为共同出席品牌活动相识，两人曾被拍到一起约会，因此传出恋情。他们表现得很坦荡，大方的公开恋爱关系，经常晒出恩爱照，感情十分甜蜜。窦骁上节目公开说，他们俩人在一起做什么都觉得很开心。何超莲接受采访也毫不掩饰对窦骁的喜欢和崇拜，夸赞他人品好，有上进心，而且心思很单纯。何超莲和窦骁官宣恋情以来，二人经常甜蜜秀恩爱，两人一块儿旅行，一块庆祝生日，每一帧都充满幸福甜蜜。就连赌王的葬礼，窦骁也作为准女婿和女友超莲还有三太一同现身参加。其实从他们的日常来看，他们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还是希望两人能早日修成正果。声明：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，谢谢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